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The New Chinese Podcast， 我是 Barry Lee。这个节目适合汉语普通话中级到高级的学习者。今天是2021年5月14日，星期五。今天的天气呢，仍然是晴天，晴空万里，秋高气爽。这是两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描述这个天气的词汇啊。晴空万里，晴天的天空啊。万里无云，万里无云，就是在1万里这个范围之内呢，都看不到一片云，叫做晴空万里。秋高气爽是一个形容秋天的一个这个成语。秋天的天空仿佛很高，空气非常的凉爽，让人感觉很舒适，凉爽舒适 comfortable and a bit chill。所以就是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大家可以这个查一下，然后试试在秋天使用这个描述。但是我觉得在北半球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困惑，明明是春天啊，不好意思，我在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现在是秋天，在南半球，所以我的感觉是秋高气爽。那么我不知道现在在南半球，究竟大家是春风得意呢，还是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呢？我不知道大家住的地方天气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个专题专门来聊一下天气，聊一下这个跟天气有关的话题，还有天气预报，然后这个关于天气的一些中高级的这个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只是笼统的、简单的说一下，今天天气我觉得是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但是这一集呢，我们先不聊天气，我们先聊一下这个更加简单的东西吧。我们还是从简单到复杂，那么在前面的这个五期呢，前面的五个 episode 呢，我们聊了这个中文学习的一些想法，包括这个在海外出生的华人，儿童他们学习这个中文的一些这个挑战。然后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人称你我他，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那么今天我想讲的呢是打招呼，greetings。Greetings in Chinese Mandarin，就是用中文怎么打招呼。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 say hello，say hello。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简单，因为我觉得完全不会中文的人，完全没有学过中文的人也会说你好，就好像完全不会英文的人他也会说 hello，也会说 hi，然后完全不会日文的人他也会说 konnichiwa。因为跟人打招呼"你好"，往往是我们接触的所有的这个外语当中的第一个词汇，所以，简单来说，打招呼就是"你好"啊，就是"你好"。但是初级和中级的区别在于哪儿呢？那么，如果大家说完全没有学过中文的人，甚至这个初级的这个外国学习者、外国的这个中文学习者呢？他们很有可能对声调的掌握是不是很正确的，所以他们每次都会说"你好，你好"，两个轻音或者两个这个第一声，因为他们不太明白这个中文的声调，然后还没有掌握。那么如果大家掌握了，你是第三声，好也是第三声，所以你好是两个第三声，说起来其实非常拗口。在实际生活当中呢，如果那个，你遇到中国人，他们不会说你好，他们会说你好，你好。那么这样实际上呢，第一个三声就变了，就变成一个二声了，就变成了你，而不是你好。如果大家说你好，其实是非常的拗口的，对吧？所以是你好，就是二声三声，而不是三声三声，你好，而不是你好。这是这个从初级到中级一定要掌握的这个声调，以及这个"你好"这两个声调在实际应用当中连用的时候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声调的变化。你好，那么这个除了"你好"以外呢，如果大家到了中级的话，应该也学过这个我们前一集讲的这个"您"这个字，就是尊称的第二人称，那就是"您"。所以如果大家要很尊敬的跟人说"你好"的话，那就是"您好"。您好，它适合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客户、我们的这个长辈啊、我们的这个前辈，地位身份比我们高的人。这个跟日语很像啊，我们不能说你好，我们说您好。尤其是在北京以及中国的北方，
他们很看重这个您的使用。在南方呢，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不是很使用您这个字，就像上一次说的一样，所以我觉得您好的话也不是很必要吧。那么如果是在商务场合的话，那么还是大家都会用的，因为这个已经不分南北了。在中国的商务场合的话，商务场合 business occasions，这个大家都会用您好啊，尤其是对待客户或者不熟悉的人。那么除了您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打招呼的方式呢？其实还有很多。但是大家到中级之后会意识到，就是有一些其他语言里面的方式啊，在中文当中并没有。举一个简单例子，很多人都会问我说，How do you say how are you in Chinese？然后你要跟他讲的话，那 how are you 就是你好吗？你好吗？但是只要你说你好吗，大家就知道你是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哼，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会去问人家你好吗？这个我们见面的时候，如果说你好吗，非常的奇怪。一般如果大家见面啊，打招呼就是你好，你好。这是在不太熟悉的和熟悉的情况下都可以用。你好，你好，没有人会说你好吗？你不会向人随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问别人啊，这个你好吗，也不是这种外国人的口气，你好吗？应该是你好吗？你好吗？就是 Are you OK？他的意思不是说 How are you，而是 Are you OK？你好，你好吗？但是如果你问别人你好吗，那你就有一种暗含的意味，就是他不好，他可能家里有事情，可能是生病了，所以呢，有这样的前提，你才会问人家说你好吗？Are you okay? Are you all right? 就有这样的一层这个隐含的意义在里头。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中国人是不会去问别人说你好吗，就是你好，你好。如果要问他对方好不好的话呢，应该怎么问呢？那么我觉得可能方式的话，比如说两个人很久没见面了，见面说，你好，你好，或者您好，您好，然后会有一方人会问说，您最近怎么样？您最近怎么样？或者是你最近怎么样？最近怎么样？How are you going recently？他的意思是basically how are you doing recently？你最近怎么样？这样是问人家的一个这个状况，就是一个这个 update。状况的更新，这个是英语当中的这个 how are you 的这个 equivalent。如果对方想回答这个 how are you 的话，想回答多的话，他可以多说一点；想回答少的话，就是 fine thank you I'm good thank you。那么在中文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个人问你说，你最近怎么样？然后你并不想说太多的话，你可能就说，挺好的，谢谢，我挺好的，你怎么样？反问人家，我挺好的，你怎么样？然后那边说我也挺好的，这个话题就过去了，就好像那个 How are you? Fine, I'm fine too 这样的。但是如果对方想要多说，那就会展开一个全新的会话，就比如说你好，你最近怎么样？那边说，哎呀，我最近可不太好，因为发生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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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事情，然后这样就可以聊下去了嘛，这个话题就展开了。其实跟英语当中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大家要记住，如果大家要问 How are you 的话，要问的不是。你好吗？而是最近怎么样？进了或者说近来怎么样？或者说工作怎么样？How's work？或者说学校怎么样？How's school？或者是什么东西怎么样？但是你要有一个范围，如果你没有范围，只是说好吗？那么意思就是 Are you okay？那么另外呢，这个是特别针对，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日本学习中文的朋友啊，因为在日文当中，如果尤其是熟悉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问的是 "お元気ですか？"就是你健康吗？Are you healthy？这是在日语当中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这个问询方式，但是这个也不能被翻译成中文。如果你对一个朋友说你最近身体好吗？那你这个暗示的意味就是你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不是你一直有病？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一直都有慢性疾病，长期承受疾病的痛苦，那么你前面时候可以说，最近身体怎么样？最近还健康吗？这个可能还可以。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朋友，你问人家说，你最近身体好吗？最近健康吗？那么你暗含的意味就是说我听说你病了，这样的话就会很奇怪，很奇怪。那么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针对老年人，如果大家见到是一个。比如说老爷爷、老奶奶，年纪很大的人，
那么这样问是可以的，就是说，哎，您好，您最近身体还不错吧？您最近身体很好吧？这是可以的，因为人上了年纪之后，老了之后，自然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啊，或者是说这个伤痛也好啊，或者是健康问题，所以这个如果是老年人，而且必须得是老到一定程度的老年人，我们在打招呼之后呢，然后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这个在中文当中是很正常、很说得过去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熟悉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老年人，或者是这个朋友的父母啊，包括朋友的父母，如果你去这个朋友家，然后见到了以前已经认识的朋友的父母，那打招呼，哎，您好，叔叔阿姨您好，您最近身体好吧？哎，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得是，年龄，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给个数的话，70岁、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见面的时候呢，可以问候人家的健康状况，这个是很好的，那么关于 greetings 呢，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要深入讲可以讲很久，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提一下，然后呢回头有机会再继续聊这个话题。那么时间关系，我尽量控制在我每一个 episode 在10到15分钟之间，从10分钟开始呢，我就要开始这个结尾了，所以呢计划不要拖太长，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时间可以慢慢的聊。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